说中国不好什么目的啊？是在帮你，看你过得这么惨，告诉你你可以过得更好，出来看看，翻墙，看一看真实国外的生活，别再被洗脑了。我们在帮你，还被你们骂，一条视频200多条评论全是骂我的，但是确实跟我什么关系？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你可以过得更好。你不要什么感谢邓小平改革开放给你什么赚钱的机会，赚钱是你的自由，出国也是你的自由，是你本来该有的权利，不是你的党给你出国的权利，你应该感恩戴德了，也给你口饭吃，你该感恩，不是吃饭是你的权利，投票也是你的权利，主要是我发现你好像不知道这一点，现在我们就是在告诉你，我们这些反贼就是在告诉你这些。然后不但不领情，还要骂我们，你真的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哈，有被虐的倾向，你已经不知道怎么站了，你跪得太久了哈。简单来讲就是这样的。当然，我也不支持你乱润哈，因为出了国是另外一回事儿，并不是说你返工你清醒，你出了国人就会给你钱花了，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哈。我在很多视频里面也讲过了，包括你可以看洛杉矶的大河，你看一看就是走线，大部分的走线客确实过得比较辛苦哈。而且美国也确实不是天堂，只是没有那么烂罢了。你出国的话要慎重，要做好完全的准备，要合法的跑。我们这些反贼才是真正爱中国的哈。确实，要是你不当韭菜了，你开始反了，你跑出来了，那共产党怎么割韭菜呀？他们怎么往百姓身上捞钱呢？怎么当贪官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他就是要洗脑你啊，他就是要给你建墙啊，不让你看到真实的世界呀。但是你好像听不进去，我觉得这个 PUA 玩的是最厉害的。中国那些高楼大厦，那些好的地方是给有钱人的，是给外国人的，不是给你们这些老百姓的哈。说中国好，说的跟自己家似的，那你享受不到的。你是那个韭菜，你是996的那一个，你是辛苦工作为别人服务的那一个，你不是特权阶层，但是你却是最爱国的。中国大撒币那些钱都是靠压榨底层来的，但是底层却最爱国。我觉得你真的是 PUA 受害者，太惨了！你爱上了你的绑匪哈，你真的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。